在一个小城里边，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。早晨买完了菜，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。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，人在城头上走着，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，心里也不想着什么。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，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，也许就整天不回家了。家在一个小巷里，经过一条小桥，就是我们家的后门。现在家里只有一个佣人，老黄总把药罐里的药渣倒在后门口。这是老黄的迷信。我们戴家一大半的房子给炮火毁了，镇房不能住人。我跟他住在花厅里，一人占了一间房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那么早就出去了。李岩每天跟我见不到两次面，说不到三句话。我早上出来买菜，他一早就往花园里跑。他会躲在一个地方，叫人找不着。他说他有肺病，我想他是神经病。我没有勇气死，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。少爷，您又一早到这园里来了。您忘了戴围巾，不冷吗？春天早晨还是挺冷的。不冷。春天了，您的身体应该好一点。我的身体怕跟这房子一样，坏得不能够收拾。您应该多保养，您的心放宽一点，这房子慢慢还不是可以收拾吗？谁叫打这八年仗啊，现在不是太平了吗？太平啊，今天的药方还改吗？不改，我想少奶奶会给我带药回来的。是，她买菜去了。妹妹上学去了吗？啊，小姐，还没有呢。哦。妹妹住在花园的另一角。跟李岩就不像一个母亲生的，他有他的小天地。
哥哥念念不忘过去的荣华，妹妹就不留恋，现在代价没落，在李岩是痛苦与绝望，妹妹就毫不灰心。回家，我就进了厨房。然后把买来的药带进来，预备交给李岩。也许见了面，不说一句话就分开了。玉文。叫你一个人操心，你怎么老是这样说话？我觉得对不住你。没什么对不住，你老这样认命我也受不了。这是你的药，用你的老方子。谢谢你，我不想吃。那我多买了。你别走，我们谈一谈。昨晚上你睡得好？还好。能睡就好。全靠安眠药。何必呢，李岩？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管不住自己，我事不成才。祖宗留下的产业到我手里都毁了，这是一件事情。还有，我们结婚八年了，我病了六年，分住也有两三年了。妹妹年纪小，只有你一个人招呼，我不愿意你这样受苦受下去，每天躲在妹妹房里绣花，过你凄凉的日子。我不知道是我撇了你，还是你撇了我。不要说下去了，我们不应该这样下去，我们得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可谈的呢？你好好养病。推开自己的房门，